位领导，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们这些年来对这问题的研究一点新的体会。这其中也包括我的老师谭吉祥教授他生前毕生资历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不是我个人，完全都是我个人的，包括他的一些成果我都用了。我今天讲的题目是中国疆域的变迁。那么讲到中国疆域的变迁，一个很重要概念就在历史时期到底什么是中国。因为今天我们讲中国大家概念非常明确，但是历史上呢，这个词儿是逐步逐步的变化的。我们现在发现最早的是在陕西出土的一个古代的器物盒尊上面的铭文，那么这个铭文里面已经出现了中国这个字了。那么当时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说周武王他攻克了商朝的首都这一带以后，他就在祭天的时候就说，我现在开始呢是拥有中国了啊。那么其他的地方也提到，就是在周武王的时候有这么个事儿。所以从这来看呢，那么中国这个字的出现到现在至少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那么在一些著作上说诗经中间也都有中国这一个字。那问题，这个中国跟今天的中国是不一样呢？那实际上它相差很大的。我们不妨做一个才子先生，那个这个国这个繁体是这样写的，它的本意是什么呢？那就是说这个一横代表一片土地，那么这个口呢原来是个圆圈，表示一个人的眼睛就注视着这一片土地。那旁边一个呢是一个戈，表示一个人拿着一个武器在守卫着这一片土地。那么这样还不够，周围呢还要 围上一圈城墙，这就是个国。所以这个国它开始的意思呢，就是一个城一个邦或者一个域，那么相对于它的呢，住在里面叫国人，住在外面的呢就是郊，是这么一个概念。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在中国呢历史上有很多很多的国，一般的就称为万国。比如我们讲万国来朝，不是说一定是外面全世界，就中国本身就国就很非常的多啊。比如说大禹他会诸侯的时候说诸侯来的万国，那当然并不一定真的有一万个，那可能几千个，对吧？总是相当多。但是至少我们到春秋的时候，战国的时候，我们有名字可考的国还有好几千个。又比如讲到周武王伐纣，那么诸侯800诸侯都来响应，也是国很多啊。那么到最后呢，就慢慢这个国在兼并中间减少，到了战国的时候我们号称战国七雄，实际上呢还剩下几个小的诸侯国，但加在一起呢不会超过20个了，对吧？所以一开始国的概念很小，可能今天一个城一个三家村加上一个土围子，在当时就称为某国，就是个国了。那么这中什么意思呢？中原来的意思是一面旗子，这个表示飘扬的旗子，这里一根旗杆。那么这个旗杆上面以前最早的中字呢，这里旁边还有几横，就几个表示那旗上飘扬的那些流苏那个须。但这个旗子它不是在一般地方放的，它是一般是商人的时候放在兵营或者中什么地方的中间，它这个旗子一插，周围的人呢就早就围起来了，是这么个意思。所以以后就演变成一个中，那就是它是中心中央中枢。那么这两个字合起来中国呢，就是说在这么万国中间，它处于中间的国，中央的国，最重要的国，这就是中国啊。那么由此衍生出来呢，在地域上讲的就中原，就一大片大平原或者一大片地域，它中间的地方。所以中国本来是这样的。那既然如此，它当然不可能一开始就覆盖我们今天整个国家，甚至到清朝的时候，有的时候用中国也没有包括我们这个国家的全部。所以中国的含义呢，它是逐渐演变的啊。它从政治上讲，往往就等同于中原王朝或者中央王朝。你比如说啊，这个唐宋的时候，那么唐朝宋朝他所管辖的范围当然一般就可以称为中国。但是如果唐宋没有管到的地方呢，
啊，比如我们现在大家因为金庸的小说流传，都知道有个大理国，那么大理国的前身就是唐朝的南诏，就今天的云南。那么今天云南包括外面缅甸这些地方，它从唐朝中期开始，中原王朝唐朝就管不到它了，一直延续到蒙古人才把它重新征服。那么在这么长一段时间里面，你要讲唐朝的历史，讲五代的历史，讲宋朝的历史，往往是不包括今天云南这块地方的。在当时的眼光里，它也不是中国，那么这个概念跟我们今天讲的中国就不同了。所以呢，我们要注意到历史上讲中国，它从政治含义上讲往往是等同于中原王朝。那么第二个呢，从民族上讲呢，它的含义又往往就等同于华夏诸族或者汉族。那么跟它对应的呢，所谓蛮夷戎狄这些少数民族，也往往不把它作为中国，对吧？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经常看到的啊，比如说像云南、贵州这个地方不是中国，那么这个话我们今天看到好像很反动，但历史上面，他认为这些地方不是咱们汉人住的地方，不是华夏住的地方，他当然就不称它为中国了。因为比如说内外蒙古地方，蒙古人包括你真契丹这些少数民族的地方，经常我们在史书里面看到，他不把它算为中国，这也是他一历史上的概念。那么从文化上讲呢，它往往是只是华夏汉族的文化，那么它才把它称为中国啊。其实这一点很注意，到现在为止我们在讲中国文化往往含有这样的缺陷，对吧？比如我们经常在讨论中国文化，很少想到我们中国文化应该是包括今天56个民族。我们一讲中国文化呢，往脑子里只想到汉族，只想到华夏文化，只想到受汉族影响比较深的这些少数民族。这其实这个概念是历史造成的缺陷，到今天还是有影响的，我觉得我们应该注意的啊。那么从地理上讲，它往往只等同于中原地区，但是这个概念呢是逐步扩大的。为什么扩大呢？因为当周边地区它一旦跟中原联系起来，它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它就要强调自己是中国的一部分。无论是当地统治者或者人民，他都会成为中国的一份子感到自豪。比如说在春秋的时候，楚国的国王他就自称我是蛮夷，我不怕，他老是跟中原打仗。但是到了战国时候呢，楚国就认为我现在这么强大，我已经接受了周王的封号，而且我跟你们都是平起平坐，我怎么不是中国呢？所以到战国时候，楚国人不再说我是蛮夷，我是中国了。又比如四川盆地原来是巴跟蜀的地方，后来秦国把他们征服了，那么秦国有很多人迁移到那里去，慢慢四川巴蜀人的后代就是我们也是中国了。所以到了西汉的时候，大的文学家什么都出来了。所以大家都这样，从地域上这个范围是逐步扩大的。所以我们在不同的阶段，史书里面讲的中国是不同的含义啊，要正确理解啊，不要把它曲解。比如说在文化革命中间，当时批林批孔要宣传法家思想，那么清朝有一位魏源啊，就有字墨生魏源，跟林则徐差不多时间，江青他们说这是个法家，那么要出版他的书。那么他有一本书呢，圣武记，神圣的圣，文武的武，圣武记。圣武记讲到台湾，这问题麻烦了。第一句话就是台湾自古不通中国，那当时说这个话怎么办呢？你说他法家思想好，他又说台湾跟中国都没有联系，这跟我们的观念是不符合的。所以有的提出来是不把这话就删掉，对吧？那么其实呢没有什么奇怪，他讲的中国不是我们今天的中国啊，他讲的就是中原王朝，讲的就是华夏文化。那么当然台湾不是自古以来就这一部分的，他慢慢我们下面我讲到，随着我们将一扩展，随着文化的传播，民族交流，这样才纳入中国的，这有什么了不得呢？对吧？这种正确的理解我们一点不要怕嘛。所以这个实际上是对中国概念一个误解，一个缺解。那么正因为这样呢，我刚才讲在中国历史上面大家都希望做中国，一旦掌握了中原的权力，一旦这个少数民到了中原，那么他就要自称中国了啊。那么最典型的例子呢，这个中国往往就是正统，就是中国啊，你不是中国你就前卫，就是你自己窃据了这个名号，你是伪政权，所以大家往往都要称自己中国。所以
最典型的就是南北朝的时候，我们知道中国分裂大分裂是一个就是南北朝。那么南北朝的时候，北方的主要是有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比如匈奴、鲜卑及氐羌啊，以及受到这些少数民影响比较大的汉族，这样建立起来的。一直到唐朝，唐朝的皇帝李氏家族，他还有胡人血统，至少是汉族跟胡人的混血。那么这样一来呢，这个北逃到南方的政权都进了这个宋齐梁陈的，就骂北方你们是什么呢？你们是索虏啊，这个索虏就是头发一把抓起来的这些强盗、这些奴隶，你们根本不是正统的中国，我们才是正统中国，我们是从中原逃过来的，原来我们从洛阳迁过来的，迁到了南京建康，那当然我们是中国。但是呢，北方政权根本不把它放在眼里，你说我们是不是中国，你才不是中国，你们是岛夷，你们逃到海岛上去的野蛮人。为什么呢？他说你看我们现在统治地方什么地方，我们建立首都什么地方，我们的首都就是长安洛阳，我们不是中国谁是中国啊？啊，所以这一争论呢，就看到中国这个概念在历史上面所起的作用，中国就往往意味着正统啊，对吧？那么而且强调的呢，但是另一方面离开了中原地区人呢，强调他的法统虽然我现在被你们赶出来，不是，但是我是带着这文化带着这个制度走的，我还是中国，所以双方这个中国之争。那么要到统一的话怎么办？统一的话就要调和这个概念，就要把双方都纳入自己的范围。到了隋朝统一了，唐朝统一了，那怎么碰到一个问题，要修历史了，怎么修历史？以谁为正统啊？那么你说以南方为正统吧，那自己不是变成伪政权了吗？因为你是北方。那么如果是以北方为正统吧，那么南方怎么办呢？南方它的确也是最早的时候从北方过去的，那么要实现当时中国的统一呢，到了唐朝时候就想出一个巧妙的主意，就宣布同时修南史和北史，所以今天我们讲南北朝就这么来的。他们是中国分为两部分，南方政权跟北方政权，那么我们唐朝呢就继承了三方，所以就合起来就实行了大统一，所以这样才有了这个南北朝的名字。我们今天讲南北是当时没有的，当时三方都敌对的，哪里什么南朝北朝呢？但是到了唐朝，他历史的看问题，我把你们三方都接受，所以实行了统一，所以应该讲这是一个很好的处理的一个办法啊。顺便讲一下，这种概念其实不但在中国，我们周边国家也是如此。你比如朝鲜、越南，他一方面老是要跟中国打仗，包括他已经脱离中国以后，为什么他要强调他的独立性？但另一方面又要强调他是中国，他的法统、他的这个制度都是来自中国。越南，我到越南去考察，他甚至这样，他就认为他是南天中华，或者说是南天尧舜。他才是真正中华，他瞧不起周围的柬埔寨、泰国，他说这些都是蛮夷，他有的是称小中华，但是他毕竟是南方的中华。为什么呢？他只有坚持中华中国，这样他的政权才具有合法性。那又比如朝鲜，朝鲜有的时候内部有内乱分裂，那么谁可以掌握政权呢？就是赶快去得到中国政府的承认，到达明朝、清朝承认。所以在他们那里，这个概念是根深蒂固的。如果你到今天到韩国去，北朝鲜可能把你都拿掉了，你到乡下去看他们的墓碑，他都要强调大明朝鲜国某某人之墓，或者有亲，有没有的有，有清朝鲜国。为什么？在他们那里他认为只要得到中国的法统，得到中国承认，这才是最最重要的。所以这个概念呢，这个历史上中国之争也反映中国这个概念的重要性。那么另一个呢，就中原与周边之争啊。那么当然从地理上讲，黄河中下游地区，那么最早的是中国的中原地区，但是后来慢慢扩展，那么长江流觉得自己当然也是中原的。那么周边地区呢，他原来的时候他认为自己满足周边，但他对其他比自己更外面的地方他又是中原了，所以一般的话在以前都要自己要挤进中原的范围，对周边他觉得这个啊要低人一等。但是正因为这样呢，就促使中国的中原的范围逐步的扩大啊，
那么边疆呢不但得到开发。你比如说四川，它开始呢就都有点啊处在边缘，但等到云南、贵州开发起来以后，它又一对他们又比它先进了，它又是更加中原了啊。所以这个概念实际上，这个中国之争呢，应该讲对中国总的来讲起着历史上起着一种积极的这个作用啊。那么另外就是中国一外国，那什么叫外国？对吧，我们这个外国的概念实际上严格的讲是到清朝国门打开以后才正式把它确立起来的。因为在中国历史上面，中国跟外国呢往往它不是指我们今天的概念。比如说魏晋南北朝的时候，那么本身自己当然是个国，它是中国，那么其他呢就是外国，就说是外国了，对吧。但是在这个同时呢，往往就把中国传统这个范围里面的看成中国，把这个传统范围里面看着外国啊。所以这个外国有的时候呢，我们在历史书上看到一些少数民族政权也被称为外国，比如西藏、什么新疆经常被称为外国啊，蒙古有的时候也被称为外国。但反过，但你注意一下，他这个外国呢什么都是外国，俄罗斯啊，什么这英吉利亚也是外国，但是呢不同的书上这个讲法都不同的。那么这但是这些国呢，有的自己这些地方自己又称自己中国啊。所以这个中国跟外国关系上，这个这是一种争论，也反映出大家中国的观念跟今天也是不同的。那么到了晚清的时候呢，这个西方人来的比较多，中国跟外国打交的也比较多了。大概从明朝开始，那些传教士中国来呢喜欢用 China 来称中国。那么从尼布楚条约开始，清朝呢也有的是偶然以中国来代替大清国、大清帝国。但是我们说尼布楚条约它签订时候是没有汉文的，只有拉丁文、满文跟俄文本。那么可能呢就是在翻译满文的时候受到了那些西方传教士的影响，用 China 用这个中国来代替。但是呢从清朝统治者来讲，他比较喜欢用的不是 China 而是 Central Empire 中央帝国，这符合中国人的传统的心理。所以呢在外国看来 China 不过是一个国家的识别，但是清朝呢往往把它看成是 Central Empire 中央帝国的同义词，感到得到一种精神上的满足啊。那么也正因为这样呢，我们看到到一直到清朝末年的时候，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这个中国的概念跟我们今天还是有所不同的。有的时候它是包括今天整个中国，也就是说包括西藏、新疆、内外蒙古、东北，但是有的时候呢它的中国只是指内地的22个省，而把西藏称为西藏啊，把新疆有的甚至称为什么东突厥啊，或者东土耳其斯坦 啊，把内外蒙古称为达达啊，把东北呢有的称为满洲啊，这样的还是有的。那么这个概念我们应该分清楚，对于那些政治家或者外国帝国主义来讲，他们是必有用，但中国人自己这么称呢，实际上是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而不是说一定是必有用，一定要搞什么分裂啊，这个要具体。那么这一点呢，这个也不要担心什么外国人利用这个做把柄，因为我们是一直要到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才把中国作为中华民国的简称。从那个开始，中国主要的就是一个政治概念，中国就代表着我们这个国家，代表我们国家所拥有的全部领土及其主权。所以我想简单的把中国这个演变的过程给各位领导者汇报一下啊，因为我们就是历史上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呢跟今天不同。那么我们研究历史，这个中国应该怎么来看？我们一般的看法，它是应该以1840年以前，以及这18世纪60年代开始，就是乾隆中期到鸦片战争以前，这个时候清朝的领土就是我们历史上的中国。为什么呢？这就是中国经过两三千年的发展，成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这样一个国家，它拥有的领土啊。而以后呢是帝国主义侵略逐步逐步分裂，才这个瓦解，才造成了我们今天从一张秋海棠的一纸变成一头雄鸡这样一个过程，对吧。所以历史时期在这个范围里面活动的民族都是我们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历史时期在这个范围里面所建立的政权，不管它是不是属于中央政权管的，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啊。这个概念是经过我的老师谭其阳教授和很多
专家学者，他们从50年代开始长期的研究，到上一世纪80年代逐步形成的。经过国家中央批准，包括外交部审查通过的《中国历史地图鉴》，对历史边疆的处理就是按照这个原则的。那为什么要按照这个原则呢？在解放初的时候，也曾经有历史学家，比如范文澜同志，他是主张就是根据今天的中国来决定历史时期中国的边界的，但实际上这是不妥当的。为什么呢？比如说越南的中部和南北部，朝鲜的北部啊，外蒙古这些地方历史上都曾经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你混淆了这个概念呢，在现实中间也会产生影响。但是反过来，我们也不能够把历史上说的中国当成当时的人说的中国当成中国。比如说50年代华侨领袖陈嘉庚，他是很爱国的，但是爱国爱的，他说你看东南这些地方历史上都是我们的了，那么这个话也不对。这个下面我讲到，其实这个是一个错误的概念。中国从来没有把东南亚作为自己的领土啊，所以这个像这两方面我觉得都应该注意的。好，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具体看一下，就是啊，看第二问题，就疆域和领土到底有什么区别。为什么我老是叫疆域啊？那么有的领导说，那现在我们叫领土，你叫领土不是更明白吗？这个呢，是我们经过深思熟虑的，讲历史上呢还是讲疆域比较妥当。那么它有什么不同呢？首先我们今天讲领土是以明确的主权为根据的，但疆域所指的境界呢，就不一定有非常完全的主权的归属。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中国古代呢有这么个概念，就是说他不了解除了中国以外还有世界上还有其他的文明，也不承认其他文明比自己的更好，就认为呢世界的中心是在就是我们中国。那么所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以中国统治者的概念就是说，这个世界他没有世界，只有天下，天底下的地方，那么周围就是四海，所以四海之内皆兄弟，这个四海。那么四海以外呢，那就是没有，要么没有人，要么都是蛮夷了。那么就四海之内呢，中国的统治也嫌太大，要把它分哪些地方是华夏诸夏，哪些地方是夷狄叫蛮夷。那么中国的合理的领土呢，这个疆域就诸夏就够了，蛮夷的地方呢只要让它存在外面教化它。所以它的概念就是不是我不想拥有你这地方，要有的话我都可以，就是不值得我来统治，是这么一个概念。所以呢他的眼界就大致上统治者知道一个他管辖的地方就行了，不会很具体的去管像今天这样强调自己的主权啊。所以你看你翻一部24史，上面讲到他的那魔王朝的疆域，他就是一个大致的范围，所谓4至8道就行了。那么另一方面呢，他也没有受到过外来的敌人的挑战。中国历史上面你看阿拉伯人也没过来，再找到罗马人什么外面基本上都没有过来过，一直到了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开始航海，才是我们绝不的受到一种威胁，但是也没有赢，一直鸦片战争中国本部从来没有受到过外地的挑战，对吧？你要就是游牧民族，比如说这个啊，女真人、契丹人、女真人、满族人，那么他进来以后呢，哎，慢慢就变成中国一部分了，他就自己文军事上的征服者，成为文化上被征服者，非但没有把他自己的概念带进来，而改变概念，甚至称自己也为炎黄子孙了。所以这样一来呢，就中国的一直到跟西方人接触之前，没有一个完整的领土的概念，它只有一个大致，我愿意到什么地方就什么地方。所以我们还是把它称为疆域呢，跟这个今天领土已是区别，这个主权上是都有不同的。那么第二个呢，我们现在的领土是包括它往空中的延伸，上空以及底下的底土或者海洋上面海洋的底床，也就是我们中华人民界限画到这里，那么往空中这领空下面领海领土底下底层，就是如果我们跟外国是陆地为界的话，你对方你想从地下打个洞过来也是侵犯我包括底下的，那么以前疆域是不可能有这个概念的，对吧？疆域的时候没有冷兵器，没有飞行器，那么这个没有意义的。
所以我谁从来没有哪个历代统治者讲到疆域会强调我的领空领海，这没有的，对吧？就西方也是这样，比如最早的时候对领海很多国家定的三海里，这个原因就是当时的炮最远只能打到三海里，再远也没有保障，那么就三海里就够了，以后才延伸到这个十二海里，现在有的再往下什么一百两百都出来了，这随着本身的需求发展出来的。所以我们讲疆域呢，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疆域的上空啊，这个底下都没有考虑过，所以跟今天领土呢还是有不同的。第三个呢，领土我们一般有明确的界限，而疆域的界限往往很不明确，就是当时也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画历史地图就碰到一个问题，哎，有的是这个线呢我们画虚线，那为什么画虚线呢？这因为它从来没有划定过它到底到哪儿。比如说中央政权它跟边疆很多地方从来没有划定过线，比如游牧民族跟农耕民族除了有的住有长城大致上有个线以外也从来没划定过，但实际上呢长城内的政权也经常派军队甚至老百姓到外面去垦殖，那么游牧民族呢有的时候也过长城到里边来，都是非常模糊的。又比如我们现在讲元朝的北界一直到北冰洋，这话也讲不清楚。为什么讲不清楚呢？主要根据就是从贝加乌再往北也找不到其他人了，那么就延伸出去，那么实际上不可能当时蒙古人或者什么人跑到北冰洋去，这个线是虚的，对吧？因为你说还有人，还有什么人呢？没有了，那么就这么画出来的。所以这个疆域呢，那么我们看到以前讲的疆域也是这样，东经以海，东面大海，北至流沙，那么流沙怎么概念？沙漠，什么沙漠在哪里呢？沙漠这线画在什么地方呢？其实当时这样就够了，所以它是很不明确的啊。今天你一定要人为的画一条线在上面，这是后人加上去的啊。那么领土的拥有者呢都有明确领土意识，疆域的拥有者呢却未必有主权意识，往往根据各自的标准来做出判断。比如中国以前认为我跟周围蛮夷这个线到什么地方并不是双方划定的，而是根据自己概念判，有的是他认为有，有的是他认为没有。比如我们看明朝的著作，明朝的著作里面经常讲西藏不是我们的，是西方啊，这个明朝一般自己认为到了打建路以后就下面就不管了。那么但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强调明朝也是呢？因为元朝的时候是明确管到了西藏，并且中央政府有先政院跟总治院，就两个管理全国宗教的这样一个机构，先后是管下西藏的。那么到了明朝初年的时候呢，他也继续封西藏的这些地方为法王，但以后他就不管了，那么清朝又管了。那么我们从延续的考虑呢，当然从元朝开始就是了，但的确明朝时候跟西藏联系是非常少的，而且一般老百姓的概念包括那些这个学者的概念里面往往不把西藏当成自己的领土。但是我们从疆域延伸的角度讲，没有其他外国这个时候在行使过主权，那当然是从元朝就已经行使延续下来到清朝的啊。所以像这样的这个概念呢，就当时他的领土拥有者跟当时疆域的拥有者这个之间是不同的啊，所以我们要历史的来看这个问题啊。那么疆域呢，但是应该明白它也是一个政治概念，它不能用文化的标准来判断它的范围的。我们今天有的学者很好心经常讲，你看我们跟台湾啊历史上什么有这个啊台湾海峡连在一起的，那我说要是不连起是不是就不算我们的了，这话有的帮倒忙的了，对吧？还有的强调你看我们是一样的文化，一样的文化是一方面，不一样的文化也是我们领土啊。比如说新疆西藏，你一定说文化跟汉族是一样啊，文化革命中间有笑话，不是郭沫发现了一个什么当时看写的汉文诗，就证明你看中原文化一直传播到那里，后来事实证明是伪造的啊。那么就是没有这个东西难道就不是吗？也是的，因为疆域它是一个政治概念，它不是一个文化概念。从中国历史上的确有些地方虽然不是我们今天中国领土，甚至当时不是我们的疆域，但它文化上更加接近，比如说越南、朝鲜、日本，对吧？应该承认越南、朝鲜甚至日本跟我们中国的文化上的同一性要远远超过很多少数民族，超过西藏跟新疆。但是你讲疆域的时候不能含糊，这不是一个文化概念，尽管是两种文化，我们它还是一个
王朝的疆域还是我们的今天的领土，所以这个概念还是要把它区别开来的。啊，说我们有的学者很好心，片面的强调他文化上统一性啊，什么民族上统一性啊，都是炎黄子孙呐、啊，这个有问题的。在表面上看来好，即使不见得好，对吧？那么今天我们中国有哈萨克族、俄罗斯族啊，这些民族，你能证明他们也是炎黄的后代吗？啊，他不是，但是他是我们中国的一部分，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啊，所以这一点呢，这个疆域呢，不管前面，尽管它跟今天领土概念有不同，但是它是一个政治概念，不能混同于文化的标准，也不能混同于民族的标准。这是我想汇报的第二点。那么第三点呢，我们就具体再来看看疆域的类型。啊，今天我们讲领土，啊，尽管我们中国有不同的地方政治制度，比如说我们有民族自治区，啊，但是呢，我们这个今天领土的概念是比较明确的。那么历史上的疆域呢，它类型就比较多啊。首先一个最主要的，它是正式的行政区，那就是从秦朝，实际上在春秋晚期开始，中国出现县、出现郡。那么以后呢，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把全国统一的都实施了郡县制度，那么有郡县。后来出现了州，又出现了府啊。那么到元朝时候呢，建立省。啊，那么一直延续下来，那么这个呢是中国的主要的正式的行政区。中国的大部分地方在历史上都曾经设立这些正式的行政区，但是不等于说除了这些行政区以外就不是当时的疆域。那么第二类呢是特殊的行政区，为什么呢？它在设置行政区的过程中间，往往会根据实际情况做一些特殊的安排。啊，像我们今天有特区，那个时候其实也，比如汉朝的时候，曾经在少数民族地区，先建立，不是马上建立郡，而是建立初郡。什么叫初郡呢？一看就知道新势力的。那么这个初郡一般是这个少数民族地区刚建立的时候，那么给他很多政策上优惠，比如说不跟他收税，先把你政治上归属，然后慢慢等到你经济往发达了，移民增加了，哎，再收税，所以他叫初郡，啊，但是初郡也是郡。还有呢，这个南朝就曾经设立乔州郡县，那北方人逃到南方，又不愿意编到南方，土著，因为土著当人家瞧不起，那怎么办呢？他就建立的地方，建立一个叫乔州，这个乔郡或者乔县啊。比如说北方洛阳的人，他逃到南方，哎，在南方建立一个什么洛阳的这个县。啊，这个山东的一个什么青州人逃过来，那么建立是叫南青州啊，就这样。那么这个乔州郡县到后来慢慢的也归到本地，逐步一样，这些特殊的行政区这一类也不少，各朝代都有啊。那么还有一部分呢是军事驻防屯垦区，比如说，那么西汉的时候，他占有了整个今天的新疆和中亚。但是大家知道那个地方交通很不方便，我们现在用火车汽车都要这个路上花很多时间啊。那么那个时候是完全靠步行、骑马或者骆驼，那汉朝怎么去统治这么大一块2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地方呢？他是没有办法，他就设立一个都护府。都护府其实没有多少人啊，一般只有几千个士兵，那么他自己呢屯田，但是呢几千个士兵是代表中央政府，他就有权威，他就可以统治。而且新疆这么大一个地方，而当时新疆这个地方呢最大的一个国是30万人口，最小的国只有不到1000人口，因为它是一个一个绿洲。那么他这些人利用中央的权威，他实行的呢主要是政治上监护、军事上控制，既不收税，也一般也不征用人力，就维持上对他这样一种监护的统治，这个还是很有效的。但是如果发生什么事情呢，他就调集当地的国的士兵加以镇压或者平定啊。那么他可以集中，甚至可以集中精力把一个国王废掉，立另外一个。但是对内呢，他不干预这些国的事情的。这种方法一直到唐朝都还延续下来，那么这应该讲也是我们这个疆域的一部分，它是一个以军事驻防为主的，有些地方是屯垦屯田为主的，对吧？他去的人是军民合一的，从内地招募去的人要自己种粮食养活自己，再接下粮食用以边防，那么他实际上也是行使政权的一个方法。
还有清朝的时候，它比如东北三省最早是灭奸的省，而是由将军去统治的，比黑龙江将军、吉林将军、奉天将军。那么在新疆也是这样，它的乌鲁木齐是的乌鲁木齐将军，在伊犁是的伊犁将军，啊，那么在这个内蒙古、内外蒙古，比如还今天一块苏联的前苏联的所谓图瓦共和国，就是唐的乌梁海。这块地方也是，这些地方也是立将军。那么这将军的驻迹呢，并不真是一个军事，他也包括处理民政，所以这也是一种驾驭的方式啊。当然到以后就慢慢最后都建省了啊。这是一般的，他是处在一种过渡时期或者是边疆特殊情况下面啊，军事的要地，那么用这种方法加以控制的。还有呢，就是民族或者地方自治地区。那么这里呢，包括就是少数民族地区呢，这个中央政权一方面往往也通过武力的手段或者军事压迫的方法迫使他们归顺，但是归顺以后呢，他也不去干预他内部的事务，往往是派出去的叫流官，就是流动的。这个流官呢，一般只是一种监护性质啊，代表中央，而他本地的是土官，所以一般称为土司啊。那么都是土官，这个土官往往是世袭的啊，甚至有的到解放初土官还存在啊。那么这个土官，那么土官呢，就主要管理本民族的本地方自己的事儿啊。比如本民族他根据有什么罪，他不是根据你法律判的，而且根据民族的习惯法，对吗？那么土司死了，下面谁继承也根据他们自己的事，只要中央政府备个案就可以了啊。所以这种地方呢，往往这个长期存在，一直到比如说元朝的时候、宋朝的时候，一路下来，很多西南很多的都土司统治。这个土司一直到清朝雍正开始叫改土归流，把土官换成由上级政府或者中央政府派去的流动的官员。那么这个就标志他民族自治逐步的结束。尽管这样，很实际上这个民族的自治还是长期延续下来的啊。那么还有一种所谓羁縻抚州。羁縻，羁什么意思呢？羁一个马一样，拿个鞍把它绑住，控制它。你给它吃点东西，喂喂它，就是粮食。一方面控制它，另一方给它一点好处，就这么个意思，叫羁縻政权。那么这个羁縻抚州县呢，它往往都是少数民族地区，或者有的境外的少数民族他投奔了，那么就是给他一个名义。那么这种呢，差别非常大。有的羁縻。这个抚羁縻州慢慢变成土司，已变成正式的抚州了。有的羁縻政权呢，他设置了以后也不要人跑到哪去了啊，当地少数民族他游牧带了一批人来，那么中央政府或者地方给他个名义啊，以后他也跑了，也不要哪儿去。但这个官僚政权呢，还继续把这个上报，因为这是表示地方的政界。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史书里面呢，经常在西南西北好多地方，哎呦，那个羁縻州多得不得了。专家学者都弄不清到底到哪儿去了，其实很可能它存在了一段时间就不存在，然后继续抄下去，这表示地方上政界。那么还有呢，我们有的看到地方上记载的少数民族人口多得不得了，比现在还多。怎么会那么多呢？因为它地方上招揽少数民族是有功劳的啊，比如云南我这个地方，你看多少少数民族来归附，说明你皇帝这个啊伟大。但是呢，因为这些少数民族不需要收税的，所以我大胆的把一万人吹成十万，把十万人吹成一百万，那么相反我还可以跟你上级政府去领取钱来说，给他们慰问金，给他们这个啊救济，而不需要向你交钱的。那么而招揽的越多，我这个地方官政绩也大。所以我们经常会发现这样情况啊，比如西汉的时候到东汉时候，我们就发现今天云南范围里面我人多得不得了，甚至比四川人还多。其实后来一看，这是个假象，因为这个地方是刚刚归附的少数民族，所以地方官员就虚报啊。那么这个情况呢，也是要注意。但是不管怎么样，这都是我们疆域内部的民族或者民族的自治区。这个呢，就是实际统治区这种。那么它往往什么政权都没有建立，连土司都没有建立，往往还是写着这个地方什么部族。但是这些地方以后慢慢都成了正式的政权，所以我们一般像这种情况，这些部族呢也是把它看成疆域的一部分啊。比如西汉的时候，云南境外有一个哀牢，就今天哀牢山那个哀牢，但是到了东汉呢，慢慢它就成为啊这个建立政权了。像这种部族，那么中国历史上很多，因为不是说
中央政府控制不了，他觉得没有必要，他们太落后了，或者他倒是游动的啊，所以呢，这我们把这一部分呢也看成是实际的统治区啊。那么这里面呢有一个词大家特别要注意的，我们经常看到称臣纳贡啊，那么有的人觉得，哎，你称臣纳贡，这还不是咱们中国领土吗？其实这个里面差别非常大，这里有几种情况，一种情况他真的称臣纳贡，比如说朝鲜越南，那么他一直到被帝国主义控制以前，凡是新的国王继位，他都要派人来报告，要得到你的承认，老的国王去世也来告哀，那么只要让那里呢发一个讣告啊，发一个悼文，这他一直这样的，这是他的法统，但他不是我们中国，已经是脱离了，是个独立的国家，他是称臣纳贡啊，那么象征性的每年要把东西送上来，或者多少年来供一次，这是表示一种宗主国跟凡俗国的关系。但是另一些称臣纳贡呢就很奇怪了，比如说日本，我们书上讲也都是称臣纳贡，但实际上日本从来没有一天成为中国的一部分，这倒是没有的。那么他为什么称臣纳贡呢？一方面日本人是哪个国家最先进他就学哪个国家，你叫我做什么我做什么，只要对我有利，所以他是一次一次，你看唐朝的时候隋朝的时候，他一次次的派人来学习，然后呢把你东西都搬过去，他又造了首都，不要图纸，就是根据唐朝长安洛阳跟我干一个，是这样的。所以日本人是，那么他你称臣纳贡他也不管，你现在到日本的大阪做东京那些博物馆里面还看到当时明朝给他诏书，救命就先着奉天承运皇帝啊，是日本国王，他也不觉得这是什么羞耻的事，他照样挂了。汉朝的时候，东汉时候赏他一个金印，这是日本的国宝，他的本自己在福冈发现的，上面几个字汉阿奴王，阿奴倭寇的倭，奴才的奴，倭奴王，哎，他也觉得这是中国的东西，所以这个文化背景是不同的。那我们以前一看，你看他称臣纳贡吗？汉朝封你倭奴王，你都接受，你这不还不是不是我们领土吗？这不是这么讲的，这是一种也是一种称臣纳贡的关系，啊。那么到了明清的时候呢，日本的称臣纳贡呢，主要是跟你做生意。贸易，因为当时规定你中国不能跟你做生意的，不能跟你平起平坐的，天朝无所不有，我们也不稀罕你东西，那怎么办呢？你可以来拿贡，拿了贡以后呢，我赏给你东西，但是往往贡的东西少，赏的东西还多，所以呢明朝清朝经常规定日本三年一贡，但是日本老是三年不够啊，我们要求每年贡一次，你规定要300个人，他最好来500个人，你叫他300人，他还弄点人都过来，为什么呢？这个称臣纳贡实际上中国赔本的买卖，实际上变相的贸易，但是通过这样一来呢，皇帝就满意，你看他万贯来朝，他够给我东西，那么我多试一点，一直到清朝乾隆皇帝接待马干尼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最后他得到的经济好处多得多，因为天朝大得很正，不要计较嘛，就给点嘛，所以这样的称臣纳贡，对吧？所以这种呢实际上是一种外贸的关系，比如现在日本韩国有些学者美国也专门研究一种叫朝贡贸易，当然也有不同意见，日本人现在有些特别后现代的学者研究下来说，你们以前中国是叫舶来后往，给你的少我给你的多，但是现在不是这么回事啊。韩国的学者这些文章证明清朝的时候是拿了韩国东西多给韩国东西少，那么这个呢其实我们看计算上有问题的，他是把一种特殊例子把它扩大化一半，但总的来讲我们绝对不会相信，事实也不是这样，怎么可能中国哪里都给你少呢？因为一直是这样的，对，我们特别到近代有很多记录证明他贡献的很少，我们给的东西多得不得了，对不对？这是一种，那么这个呢也不能因为根据这一点就说他是真是中国的凡俗。最后更奇怪的，一直到修明史的时候，清朝中期还把所有外国跟中国的来往都说成是朝贡，因为我们看到朝贡名单，包括俄罗斯，包括英吉利，包括法兰西，包括意大利，你说这些国家怎么来朝贡你干什么呢？那么这就是中国一种变态，凡是外国人来的都是来朝贡，都是称臣。那么当时一个手段呢，就把人家的表文英文或者拉丁文的翻译的时候做手脚啊，比我们现在已经对到了英国国王给乾隆皇帝的这个信其实是平行的，那么等到拉丁文翻成中文的时候呢，就翻成啊，我国王向你大皇帝致敬，我们臣怎么样怎么好，那么乾隆皇帝看了很高兴，哦，这个英国国王很恭顺的，不远万里来做我做寿，其实人家主要是谈判，就找了个借口，对。
对吧？那甚至我发现泰国的国王给中国的表文，原来也是泰国国王向中国皇帝致敬，那么现在臣泰国王某某恭贺大皇帝什么，也都这样改掉了啊，在翻译上做做手脚啊，让这个皇帝愉快愉快。那么另外你说到了明朝，怎么可能明朝这些国家都，这西方国家都是你的这个向你朝贡呢？其实他们就派使者来，但使者要见皇帝，要得到中国承认，非要这样才能够得到，甚至到清朝还在争要不要下跪，对吧？那么也有规定，我也你跟我要跪啊。所以这个马甘尼就碰到这个问题，他要见乾隆，那么乾隆要求他是要九跪三磕礼，他提了个条件，说我是代表一个国王的，那么我向你跪，你也要找一个跟我品级相同的中国大臣，我挂一张一个国王的画像，你也要这么行个礼，对吧？否则呢，他只肯跪一个腿，这是见国王的礼节，已经礼节很重了。那么这个争论呢，有不同的版本，即使他没有跪，他自己回去说他根本没有跪，对吧？那么乾隆就找了台阶，说他路上受了风寒，再加上夷人不是中国礼仪，他不跪也就算了，不要跟他计较。但是呢，清朝传出的版本是在天位之下，他情不自禁地跪下来磕头了。那我是比较相信他自己讲的这个东西，因为英国当时已经有很强烈的主权意识，他不会做这种事。但是中国呢，往往这样事情发生以后，那么做个假的宣传掩盖一下，就这样大家都不是体面。啊，俄国人也为这个事也争过，但俄国人是归了，因为俄国人比较现实主义，觉得这样对他有好处。所以我们看清朝的书上呢，讲俄罗斯非常公胜，一直到后来还这么讲，实际上公胜什么东西，把中国这么多零头都拿走了，对吧？所以呢，我们对那个称臣纳贡一定要分析，不要，千万不要有些历史要跑出你看这么多国家称臣纳贡。那为什么我刚才讲陈嘉庚他们有这个概念呢？因为我们古书上面记载的爪哇国来称臣纳贡啊，什么国来称臣纳贡，全是称臣纳贡。所以有的华人呢就这种现象，你看历史上这个都是我们的，其实这样是不对的，既不符合事实，也伤害了当地人的感情，对我们真正在那发展是毫无好处的啊！这实际上反映一种大国的沙文主义，民族的接单的民族主义，这是要不得的。所以我们讲的疆域，我认为只应该包括前面这几种，而且前面这几种它最后的结果大多数都成为清朝领土的一部分啊，所以这是历史发展一个过程，应该这样来看，而不要把一般的称臣纳贡的都跟我们的领土都联系起来。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中国历史上这个疆域究竟怎么变迁。这是一张这个秦朝的疆域的前途。我们都说秦王这个统一中国啊，这个其实这个概念不好，我一般用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啊，不要随便用这个中国的概念。那么我们从这个地图上看呢，这是今天中国的疆界，那么从这个看呢，秦朝基本上还都在今天中国的东部啊，但是呢它已经包括，比如这一块它包括朝鲜的那个西北平壤以西这个海边这一块地方，当时都叫做辽东。这个从战国是燕国的时候就开始中原迁徙的人，燕国就看透到这里了，所以他的秦朝人起点绝不是，顺便讲一下，大家今天当嘉峪关到山海关，这个是明长城，秦长城呢是在这个地方，那么一直过来到我们赤峰这一带，然后到阴山啊，到阴山再下来呢到陇山，然后西面到甘肃的岷县啊，这样下来这么一大块。但这块地方呢并不完全是真正它建立境线的，一般它建立境线是北方这些地方，南方很多地方呢，比如这里的福建，浙江的南部跟福建省基本上没有什么人的啊。那么秦始皇征服以后呢，在这里建立一个闽中郡，但闽中郡到现在我们只找到一个，也最多找到两个城，其他都找不到，一个就在福州的沿线啊，所以它这里还人烟稀少的。那么这个两广的地方呢，原来战国时候呢就也不是战国的领土，是秦始皇派人渡一过南陵去建立的，其中很有名的就是我们今天在广西桂林附近新安县建立的临渠。这个临渠呢就是把湘江跟漓江把它打通，把长江水域跟珠江水域打通，因为当时要去征服它很难解决，就是怎么运输，把粮食运过去，那么这样呢才把粮食运过去，最后把它征服，那么就建立三个郡，一个是在今天广东一带南海郡，还有一个在广西这里桂林郡，还有一个在广西跟越南的北部一个角这里建立的象郡啊。但是西南呢，秦朝的统治是非常这个
宽松的。为什么呢？它主要只是沿着交通线建立几个祭点，并不是因为我们这画地图没有办法把它都画在里面。实际上这里大量地方都还是西南的少数民族自己统治，秦朝呢只是控制了它的交通线和几个点啊。但是尽管这样，就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了这么一个真正统一的中央集权的政权，时间是公元前221年。因为在这个以前呢，大家都实行分封制的，就天子他拥有的地方其实很有限，然后呢把他其他地方呢分封给他的诸侯，大的诸侯又把自己的地方分给小的诸侯，小的诸侯又把它分给自己的家臣，就每一个那个统治者所管理到的地方是非常有限的啊。所以呢他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统一。而秦朝呢，在他全国建立了开始36郡，后来大概建设到48个郡，现在又有增加，最近在前几天湖南发现又发现一个新的记载，有个洞庭郡，原来我们都不知道的，估计可能50来个郡。那么中央政府通过这个50来个郡在统治差不多1000个县，这是中国这个第一次。那么到了西汉的时候就有很大的变化，西汉最大的变化一个是开始在朝鲜半岛上面设立了4个郡，是汉武帝的时候派兵把它打下来的，所以我们应该承认我们扩张的过程也不是完全这么和平的，和平谁来裁你呢？这也是有军事征服的，这也是事实啊。所以当时汉朝呢从这个今天山东半岛渡海，然后两路夹击把这个朝鲜占领接下去呢，他就，但是这里有个情况，原来这里面的朝鲜地方呢基本上都是中原迁过去的汉人，是他建立的政权，不是什么后来的高句丽啊什么朝鲜建立的。这当地人当然有高句丽的祖先，也有朝鲜族的祖先啊，但是呢主要的政权是一个叫魏满的人，他在朝鲜建立的，他是在战国后期带了中原的迁移过去的。还有一个传说是商朝的棋子迁到这个韩国，迁到朝鲜，那么韩国的史书都这么讲的，那么这个呢有一定的事实根据。那么商朝灭亡了肯定有移民出去的，但是呢也没有得到完全的证实，但是它的里面呢的确这个民族成分比较复杂，所以在西汉时候有人写了一本方言的书，就讲到燕代跟朝鲜的方言是一个方言区，那么可见当时这个民族成分中间它的里面的汉族这个华夏人的比例跟这个燕代山西这一带其实是差不多的，这里建立4个郡。那么越南呢，我们这个地图上可能看得不是很清楚，越南北方我们看那个小图，其实已经一直延伸到今天越南的这个湄公河三角洲就这些地方了啊，已经到了越南南部的边缘了。那么这个呢是这样，就是在秦朝亡了以后，这个根据当地政权的赵佗是河北镇定人了，他呢进一步扩展到越南。那么等到汉朝把这些地方都占领呢，就包括整个越南大部分在里面建立几个郡啊。所以当时汉朝我刚才讲到，那就是从公元前2世纪开始，那么越南的北方部跟中部就是汉朝以及中原王朝的一部分啊，这里还包括一些缅甸的地方。那么从河西走廊归了汉朝以后，那么原来是匈奴人地方，汉朝占领以后，那么就扩展到西越，这个西越一直包括到巴尔喀什湖，就基本上跟清朝前期的这个中间的这差不多这么一大块地方。但是我们注意到今天的内蒙古跟外蒙古以及俄罗斯这些地方呢，主要是匈奴以及其他一些少数民族的地方，但这个界限大家看是一般画画的，你怎么知道游牧民游牧到什么地方呢？就大致的范围啊。那么这里呢都是东北的一些少数民族，胡人有鲜卑啊，有东胡啊，有玉罗啊，也是很多啊，也是他们都处在比较原始的阶段。那么跟汉朝对抗的比较大的呢是匈奴，但匈奴呢尽管一度他投降汉朝，但是汉朝一直没有把他作为自己疆域啊。这个所以曾经当时有计划叫长城以内天子有之，长城以外单于有之，就是长城外面的单于管，长城内部天子管，基本上只处于这样一种情况。所以我们还没有把它作为一个政权啊，但是我们认为这样的呢，这些政权因为以后都是中国的，所以我们都把它看成历史中国一部分。
那么西藏呢，那个时候还没有统一起来，还是以少数民族唐毛发羌这些少数民族他们在那里活动。那么西汉的疆域是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就中国的内地这些农业地区基本上疆域就这么定下来了。以后虽然有的时候有伸缩，但是一直到清朝这个界限才得到最终打破啊。这个所以这个我们讲汉唐盛世啊，这个汉朝这个特别西域是非常对中国呢奠定很大的基础。那么在这个以后呢，就经过这个很长时期的分裂啊，东汉的逐步又缩小了。东汉的缩小呢，特别越南的南部呢，开始慢慢向北，这个我们是疆域向北后退。主要原因呢是当地的少数民族，叫林玉，树林的林，那个成玉的玉，那么他们呢就开始就是自己要建立自己政权，那么向北扩展。所以这个越南应该承认，就当地的民族是比较强悍的，经常的要不断的这个闹独立啊。那么朝鲜呢也是这样的情况，就朝鲜呢这个西汉建立那么大，但是到东汉的时候呢，它中间这个朝鲜中央山脉的以东的地方实际上已经管不到了，以后也有种慢慢退缩的趋势啊。这个所以这个政权呢并不是非常稳定的啊。那么经过魏晋南北朝一个分裂，到了唐朝统一时候，就出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疆域啊。那么唐朝的疆域呢，我们也要注意一个问题，这文化革命中间，当时我的老师他们画中国地图的时候，有一种倾向，就认为把中国历史上画得大就是爱国，所以当时采取什么办法呢，往往把一个朝代它东南西北曾经达到过的最远的范围都画在一幅地图上面，所以我们翻开地图看看中国历史都是那么大的，从来没有退过，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情况。就拿唐朝来讲，我们以前都说唐朝西面到达咸海，东面到达朝鲜半岛，南面到达越南，北面到达北冰洋、北加尔湖，其实呢它不是同时拥有这么大的疆域的，也不是始终有那么大的疆域的。唐朝拥有蒙古高原跟北加尔湖流域，是在唐太宗时候灭掉了东突厥，那么东突厥呢就投降了，大量的人就内迁，甚至有一度唐朝朝廷里面每天上朝的官员中间突厥人比汉族人还多，他是很开放的，唐朝非常开放，你投降就让你做官，而且得到重用啊，他也不是什么非要用汉人的，他就要适宜，他们会打仗，特别北方的人，所以唐朝很多将领都是少数民族啊。那么这是他这样才拥有东突厥。那么这一块怎么会唐朝一下扩张那么大呢？一直到咸海边上，因为波斯就今天的伊朗发生内乱，那么其中一个波斯王子就投奔唐朝，唐朝就派军队把他送回去，封他为波斯大都督。那么他统治的地方呢，就是咸海以东这块地方，但是时间很短，只有3年的时间，所以唐朝的稳定的疆域并没有那么大。那么唐朝这个在朝鲜半岛，包括甚至一度占有朝鲜半岛南部，这个时间也是很短的。唐太宗时候打高丽没有打下来，一直唐高宗他儿子时候才打下来，所以唐朝在平壤建立安东都护府，并且把朝鲜人大量内迁，一直迁到四川啊，这里都内迁。那么但是唐朝还来不及移民，就朝鲜人本身就不断的反抗，因为这个反抗太激烈，所以安东都护府只存在3年时间，就千里平壤迁到辽东，以后也迁到辽西。所以我们这里画的呢，实际上是它一度达到的最大的范围，实际上并没有始终占领那么大。但依然这个北部跟中部还是稳定的，一直稳定到了唐朝末年，当地的土豪开始造反，因为五代所分裂，那么就没有办法再顾到，所以到公元14世纪，越南的吴权正式建国。那么我们一般的就把公元14世纪以后就作为一个越南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权了。那么朝鲜这样画有个什么麻烦呢？因为我们从中国历史地图界当时再三的
这个请示外交部跟中央这个怎么定法，最后决定的原则是从公元五世纪开始，朝鲜半岛开始作为境外了。为什么这样呢？因为高句丽建国以后，他一开始的时候，他的首都是在今天我们吉林的吉安市。以后呢，他迁到公元五世纪的时候，他进一步向南扩张，他迁到了平壤。所以我们一般确定的一个原则就是，凡是跨境的民族，他什么时候开始算境外呢？就他政治中心迁到了境外，我们就只能把它算成境外的民族了。那关于这一点呢，像东北的学者有不同意见，他们认为高句丽这个时候还应该算中国的，以后才能算那个朝鲜算境外。这个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是可以争论的，但是我个人觉得呢，学术问题不要把它过于政治化。为什么呢？即使你不承认五世纪，那么你到唐朝你总承认是境外，否则唐太宗为什么一次去打呢？对吧？境内去打干什么？去征服干什么？你迟早他总是一个境外的政权，这个不过是一个学术上怎么界定的问题，这个事实大家没有什么分歧。高句丽他最早的人他是在我们的东北，以后逐步逐步扩展，那么扩展到以后主体慢慢迁到这个朝鲜半岛。相反的，在中国境内这高句丽他慢慢一部分大部分迁走了，剩下的慢慢同化的当地民族了。所以你现在一定要叫东北找谁是高句丽后代，其实讲不清楚的，因为他不是纯的高句丽的后代。但是他的遗迹，比如浩大王碑，他的很多遗迹当然还在我们中国境内。所以我觉得韩国人或者朝鲜人，他们怀着一种对祖先的敬意，要来寻访这些地方，要讨论这些地方，研究这些，这个是正常，不要大惊小怪。但反过来，如果因此就提出来这些地方是什么他们的领土，那也是胡说八道。而且我知道大多数韩国人也没有这么说。比如现在朝鲜比较民族主义的说法，说长城以外啊，这些地方啊，河北这北部这些都曾经是他们祖先活动地方。那么这个呢，其实如果他只是说到这一步，我认为这个还是学术问题。那我们蒙古人说他的祖先曾经一度活动在长江流域，这也是事实，蒙古军队不也打过来过吗？但他敢提出说这地方是他领土吗？所以这是这个民族跨境民族的活动，历史遗迹的存在，不要简单的跟领土归属就联系起来，对吧？我们也没有把我们曾经中国人到过的地方都说成我们的领土，但是如果对个别人他超出这个范围，要把这些证据作为领土归属，那我们也要旗帜鲜明。所以我是主张把这些学术上的争论，同时把跨境民族的活动跟政权跟领土的归属跟历史上疆域要把它严格的区分开来。我们的研究要在这样基础上面，才能说服世界上其他的学者，才能真正对我们国家有利。那么对这个朝鲜是这样，对越南也是这样，但是唐朝这样极盛疆域它不是始终存在的。我们看一看这个地图，就看到唐朝到了安史之乱以后，就是疆域就缩小了很多了。唐朝开始征服了这个东突厥，但是以后呢又建立了后突厥国，就突厥人又逃回去又重新建国了，以后又给回纥人占领了，所以这里就成回纥的地方，回纥非常强大，对吧？所以唐朝在安史之乱以后，什么这个黄巢起义的时候，都曾经跟回纥人借兵啊，让回纥人来帮自己打。那么唐朝东北这一带呢，我们尽管我们地图上这么画，其实唐朝已经控制不住了，这些地方建立那些都督府只剩下一个名义。唐朝后期管到地方大概就北京再稍微过去一点，这个鄞州最多到达今天辽宁辽河下游这些地方，再往北根本就管不到的，这是名义上的。尽管我们的相反的，当地人建立渤海国，漠河人啊，这个他们都建立自己的政权。那么朝鲜半岛上面呢，虽然这个还有一点名义上的归属，但实际上朝鲜已经都完全自己建立自己的国家了啊。
那么唐朝后期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呢，就是吐蕃，就今天西藏的这个祖先。这个吐蕃的确是非常的范围非常大，所以达赖呢曾经提出来，就是说这个我现在全藏独立呢，应该包括藏族人历史上面所到的地方，不仅有西藏，还应该包括四川的西部，还应该包括这个甘肃青海啊，青海的大部。那么它的依据，历史依据呢，就是唐朝，你看吐蕃曾经到那么大，其实这是两回事啊。吐蕃占领的地方并不是完全就是吐蕃人啊，更不是完全今天藏人。那关于这个事情呢，曾经当时有争论。1978年的时候，当时准备把中国历史地图集公开发行的时候，这个我的老师以复旦大学的名义给中央报告，要求增加这一幅图。那么他当时根据是什么呢？就是既然汉族政权可以画历史上达到最大范围，我们对少数民族、对蒙古族、对藏族也应该表示他们历史上曾经达到的最大范围，这才是体现民族平等，这才符合历史事实。但当时内部呢有不同意见，很多人不同意，社科院呢为这个事情很紧张。那么最后呢，胡乔木同志批示说，他认为谭吉祥老教授的看法是正确的，对历史问题我们不要回避。那么这样呢，经过中央书记处批准，所以这个图上呢就有了我们的地，就有这幅图。我们仔细看，就这么一幅图啊，这个表示当时吐蕃所到的范围，它这个范围相当大，包括今天新疆，包括中亚的一部分，也包括今天尼泊尔这些地方啊。另外呢，包括四川省的西部、云南，还有周界一直达到陇东高原，它一度占领唐朝首都长安。啊，后来没有几天就退了，而且他始终只守住这个高原。真正的原因，我看恐怕不是唐朝的强大，而是吐蕃人长期生活在青藏高原，他不习惯到平原。他占领长安以后，他们经常心神不定，头疼，大多数人头疼，这个胸闷不舒服。因为这个高原的人一下子到平原地方也有这个感觉，我开始不知道，后来我到西藏问他们才知道，那每年以到上海来念书的西藏人有总有几个人退回去的，就是因为长期调节不过来，跟我们到高原是一样的。那么在当时没有科学知识情况下，他们肯定认为这个是不行的，所以都退回去，始终守住甘肃，这个帮了唐朝的忙啊。那么一度呢，他把河西走廊这个整个都占领了，这里面大量的就是汉人，对吧？而且他把很多汉人迁到了这个藏区。唐朝有一次派一个使者到达拉萨郊区，就看到一支乐队来迎接他，演奏的乐曲就是秦王破城乐，就李世民最唐太宗最喜欢乐曲。他一问，你们这些人哪来的？他说，我们都是俘虏或者俘虏的后代，唐朝的俘虏。唐朝当时呢曾经把大批的汉人迁到这个拉萨和他周围地区，所以严格讲，在今天的藏族里面也有汉族的血统啊。这因为这些人有的都做了继续做又工作指挥，有的就做他的工匠，那么当然肯定会产生后代，肯定会这个血统也会融入到这个啊。所以我们中国的民族其实不有那么纯的了，他直接相互交流，不过是有的多一点，有的少一点而已。那我就这个问题怎么来看啊？你是不是今天吐蕃大到那么大，那么这个藏族就到了那么范围？也不是这样。我刚才讲过，在今天比如说中亚这个河西走廊很多地方呢，吐蕃只是军事征服者，他并不真的已经到了那里，他的人口是有限的。所以现在有的人把这些人口计算出来，都说藏族一度有超过1000万人口，现在给你们共产党落的人那么一点点，这是完全是无知，根本不是事实，对吧？啊，而是根据确切的记载，那么当时的人口呢，这个并没那么多，啊，最多不过几百万人，对吧？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任何一个政权，它将来都可能有变化，但是从来没有说到哪里就一定要非要到哪里不可，对吧？那么汉族的家也很大，所以这个呢，我们觉得画这个图并不影响今天这个我们的政治。相反，你不画这个图，他也会画这个图，对吧？这个历史事实不要回避，问题是怎么正确的认识。好，那么这个中间唐朝以后的五代宋朝，实际上中国处于的大分裂时期，所以我不赞成把宋朝叫成统一政权。为什么呢？这个宋朝大家知道，它的始终存在着北方存在着契丹，就是辽国，以后变成女真，女真又占领了淮河以北，另外呢，这个今天的甘肃这一带、宁夏这一带有西夏，
啊，云南呢始终是大理国，所以宋那么吐蕃呢始终是有藏族那些政权所占领的，所以这个唐朝当时以后呢应该是长期是处于一个分裂状态啊。而且我们现在不知道，比如说也是我们学俄语的人知道，俄语称中国俄文是 Kitai， 为什么 Kitai 就契丹，因为俄罗斯兴起以后，他首先接触到的不是中原的汉人，而是辽国，而是契丹，所以他就把整个这个地方称为契丹，那么就成为契丹，一直延续到今天。那么你能说契丹不是中国一部分吗？那当然也是中国一部分。所以从这样一个大中国的范围来看，那么唐朝以后呢，就实际上一直分裂，始终没有统一。对，宋朝没有说统一，不要说南宋的时候，就北宋时候也不能说统一。因为你如果说北宋是统一，那么北京就是外国了，因为今天的北京是辽国的南京啊。那么这个局面什么时候结束呢？哎，蒙古人把它结束了。就蒙古人在蒙古高原兴起以后，他先后征服了北方的金朝，又灭了西夏啊，接下去又征服了云南，又征服了西藏，那么再最后征服了这个南宋，那么这样呢就建立起一个疆域空前的大帝国。但是在做元帝国不等于蒙古帝国，因为成吉思汗西征以后，他自己的时候是统一的，等到他死了，有他的子孙就开始谁占领什么地方谁自己建国，所以我们号称四大汗国，有比如说察哈台汗国、清察汗国，这个啊这个这些国。那么比如今天西藏啊，不，今天新疆这一块地方就没有完全归元帝国统治，它是另外察哈台汗国，又是一个国，对吧？所以元朝尽管它的疆域很大，但是也还没有包括今天中国的全部啊，它是相对当时元朝，这就是外国，是另一个国啊，尽管他们都是蒙古人，都曾经成吉思汗传下来的啊。那么这些国呢，到最后因为他蒙古人实际上也是少数，只是统治者，所以他们的命运也最后都被当地民族所同化，并且呢都大多数都改信了伊斯兰教啊，有的时候政权就变成伊斯兰教政权了啊。那么元朝在这个范围里面，他也是实行一国多制的，他在原来宋朝的范围，这个金朝的范围啊，这些呢他都建立了行省，甚至他自己的地方也建临北行省。但是他在自己少数民族建立行省的同时呢，还保持着很多王，保持着很多部族啊。那么他对西藏实行呢，是通过宗教实行统治，这个地方我们称为宣政院辖区，宣传的宣，政治的政，这个宣政其实不是宣政，是宣宗教，在他以前叫总治院，总路线的总，制度的制，总治院。这个总治院是管天下十教，就天下的佛教的。那么他用他来管呢，实际上就是利用当地的宗教势力。元朝尊这个黄教的始祖宗喀巴为帝师，对吧？皇帝的老师，给他很崇高的地位，那么通过宗教来统治这个西藏，他是用这个办法的啊。但是他的统治也是很严密的啊，一开始军事征服，征服以后下面就利用宗教来统治了啊。那么元朝的时候呢，一度曾经啊占领朝鲜的大部分地方，并且高丽的国王呢他曾经投降，但实际上元朝也没有把他作为自己领土一部分，他呢是封他为高丽国王，同时又封他为镇东行省的丞相，所以既建立省又让他成为国王，但实际上还是基本上保持他一个独立地位的。这个元朝的军队曾经多次打到越南，但是呢的确都给越南人所打败了，所以越南呢基本上成为安南国王，也是凡俗国家，而不是真的就把他统一了。因为这个当时他又曾经派船队征服日本，那么当时征服日本呢，一方面当时蒙古帝国的遗风，元朝要希望能够占领地方都要占领，另一方面他也有很这个狡猾的主张，为什么呢？这个元朝征服中原时候主要不是依靠蒙古人的，主要依靠是金朝跟宋朝的投降元朝的那些人，比如最后灭宋的不是蒙古人，是汉人张弘范，是宋朝原来的臣子啊，都是利用这些部队的。那么这些部队仗打完以后，他觉得这些人留着也麻烦，对吧？而且呢，那么去征日本
人日本主要都是这些人，因为真正蒙古人在海上他根本没有办法的啊，所以呢这个这样也很消耗的，打赢了他占领地方，打输了也消耗的一些投降的军队，也免得国内不安宁，他有这个目的在里面。但是呢路上碰到台风，那么这个台风呢这个船队就吹散了。今天我们碰到台风都没完，但是那是没有天气预报的碰到台风，所以几次都没成功。那么据说呢一部分人就流落到爪哇，流落到东南亚，这是我们中国在外面大概最早的一些移民的一些说法，说他们是这个军队一行人流落过去的啊。所以延长呢是应该讲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这个疆域这个大的这个地方。到了明朝就不是这样，明朝我们都知道朱元璋派军队打到了今天的北京大都，那么元朝呢就退了，其实元朝还是存在，并没有没掉，我们称为北元。这个北元呢就到了这个东北这地方，后来就退到蒙古高原，蒙古高原就分成两个大部，一个鞑靼一个瓦剌啊。这个瓦剌大家知道一路打到往北京打，最后把明英宗都在吐蕃堡把他俘虏过啊，始终是在这个以后这批呢就演变成现在的内外蒙古啊，就是鞑靼瓦剌。那么元朝呢也始终没有啊，这明朝始终没有占领过西藏，因为西藏呢这些汗国以后就分裂，分裂以后呢还是大大小小的统治当地的执政权。明朝一度在哈密地区建立过自己的军事政权，但是后来就退却了，我们这个是话明朝后来就退却到嘉峪关，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明长城嘉峪关到山海关的长城，这就是明朝的长城。那么我们在苏联论战的时候经常强调一点，长城不是中国的界限，这话是对的，但长城的确是明朝的界限。那么文化革命是画地图，为了表示这个概念错误，所以我们就拼命的在长城外面多少都要画一点地方，其实这个是没有根据的啊，因为实际上你说明朝如果不是为了保卫自己疆界才修长城干什么、啊、当然蒙古人是游牧民族，所以这个长城呢有的是在外面，比如说是今天这个呼和浩特这一带历史上面的确有很多汉人到那里去开垦，因为蒙古人你来开垦他也不限制，但实际上说政权的分界的话呢基本上还是一条长城。那么我们明朝这块画的那么大，其实这也是不完全的，明朝初年时候曾经在这里建立努尔干都市，那么这努尔干都市呢它也是我刚才讲一个特殊政权，它不是真的去统治这些地方的，它把这些少数民族也不过羁縻一下，还是让这些少数民族自己管理，虽然它名义上服从明朝，实际上呢明朝更多的是给他们赏赐啊，承认他们的现状，不进行什么管理的。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呢，明朝初年曾经宣德年间派太监到这里去宣抚明，去中央慰问团就曾经在这里慰问过，那么他慰问了以后呢，在今天黑龙江口在苏联那这个俄罗斯这个地方建了一个寺庙叫永宁寺，永远的永安宁的宁，在里面呢竖了一块碑，这块碑呢现在在苏联玻璃博物馆，所以我们在中苏论战的时候就曾经证明这些地方自古以来都中国的一个证据，就是你看我们曾经这里建立永宁寺碑上面讲的清清楚楚，皇帝派人来宣抚周围的少数民族。那我觉得这个概念是相对而言的，就相对俄罗斯它没有任何建制，那当然是我，但事实上我们也要知道这是一个特殊的政权，并不是像内地这样真的管，而且到了明朝中期开始就逐步逐步退却，因为到明朝后期明朝已经退到了山海关，在外面通通给谁呢，就给满族人，就努尔哈赤开始就全部都占领了，所以这个地图呢是一个明朝初年的地图。那明朝对西藏它是延续了元朝的统治，但实际上没有经过什么太有效的管理，幸而也没有其他外国政权这个时候到达明朝，要是英国人早发达那就完了，对吧，所以这个我们讲明朝元朝开始呢西藏都是我们的领土，就这么延续下来的。那明朝对缅甸老挝初期的时候呢，都缅甸的大部分这个老挝的一部分的，包括甚至这里这个柬埔寨的一部分都曾经是明朝的少数民族的地区，所建立了宣慰司，但到了明朝中期以后缅甸王朝兴起以后，这些地方绝大多数都给缅甸所占领了，剩下一小片地方那么一直到我们这个解放以后领土所在置换的啊，大概就这么个情况。总的来讲明朝是退却的。那么在越南，明朝一度呢在明朝初年有22年的时间把整个越南都占领了，因为当时呢越南发生内乱，
李氏王朝的这个起来以后，就把那个原来陈氏王朝的人，这个国王都杀了。但是后来呢，明朝发现这个陈天平那个他们的遗骨还在，所以就把他送回去，用军队保护他，重新建立。但是呢，他又被杀了，所以明朝干脆就整个越南就建立交趾布政司，就把内地一个省一样建立一个省，然后建立抚州，正式把它作为明朝一部分。那可惜这个时间只有22年，这主要原因呢是统治不得法，贪官污吏到了那里横征暴敛，激起了他们的反抗，再加上越南的天性呢，他这个民族性非常强，就打到最后宣德年间没有办法，宣布放弃，重新恢复他越南安南国王啊，那么自己呢这个明朝呢就全部让所有的官员以及愿意撤退的人民都撤退，那么就撤退回来了，所以又回到原来的界限啊。这个是明朝的这个疆域，那么这个是清朝的疆域啊。我们看到清朝疆域的确是中国历史上最完整，也是最有效，也许就是可以说最大。为什么？因为以前我们画的地图把什么唐朝这都画起，实际上到底怎么回事谁都不清楚，但是清朝恰恰是真正是，而且这里跟俄罗斯都划定了边界，是实行的最有效的统治。那清朝为什么他能做到这一点呢？就一开始努尔哈赤兴起，他第一是把东北的少数民族都统一，第二他把内蒙古的都跟他结盟都统一了，那么以后呢再征服了明朝，是这样一个统一的过程。所以他东北跟内蒙古是要先统一啊。那么他跟西藏又有一个特殊的关系，我们知道这个黄教他逐步成为西藏的主要的主教，因为他有很多教派，以前还有苯教、红教等黄教。这个黄教呢就开始因为蒙古人在这青海一带游牧，所以他呢从青藏高原上呢通过青海，又通过这个内蒙古就传到了蒙古，结果蒙古人在中国明朝的时候就已经信黄教了，也已经有了自己的活佛，而且蒙古首领的孙子曾经是转世灵童，是达赖，曾经有一代达赖是蒙古人，是蒙古这个啊这个，而且呢长期以来这个蒙古人是做清朝政教合一的首领的，这个包括那个世俗的首领往往都是蒙古人啊，所以蒙古跟藏族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我前几天到西藏去问他们，还有蒙古人，好多人都不知道，这个实际上是蒙古跟这个藏族是关系非常密切。那么因为这样一个关系，那么清朝既然跟蒙古他统一起来，那么西藏又利用这个关系就跟西啊不对不起，这个清朝呢又跟西藏就建立联系。所以我们看西藏就刚刚入关顺治年间，哎、啊，这个达赖就跑到去这个是到那里去朝拜了。所以有一个特殊的关系，这是比以前密切的多啊。那么但清朝呢以后又通过征服天山南北把整个打败，那么到乾隆中期，也乾隆这个20几年的时候，也就是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清朝的正式疆域到达巴尔喀什湖，包括整个帕米尔高原啊。那么清朝平定天山南北路以后，境外的很多小国都要求参加，要求清朝军队过去，但乾隆皇帝在这里立界碑，这个界碑现在还在，然后就立下来说我大清的疆界到这里为止，不过去了。所以现在西方有些人说这个中国完全靠武功靠这镇压，也不这么回事啊。这个到巴达克山那里再过去，今天这个巴基斯坦什么这些地方当时都纷纷派代表，因为他害怕清朝军队，另一方也的确知道清朝的强大，因为小国当时都希望有个保护嘛，他的确是有这个要求的，但清朝呢宣布到这里为止啊。那么在康熙年间，中国跟俄国就划定了，根据尼布楚条约划定了这个边界，这个边界以外兴安岭为主啊，这沙彦岭这里过来啊，那么这一段边界就已经划好了啊。那么当时有一块中俄代议地区，就这个地方还没划定啊，那么大概就这条边界呢是正式，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跟外国正式划定边界啊，以前的都没有那么详细过。那么以后到雍正年间，又通过布列斯特协条约就划定了，这恰克图协议建议就划定了外蒙古跟俄国的这俄罗斯之
之间这一段的界限，但是呢西北那这过去这一段的确还没有划定，就这里都已经这也都已经划定了。那么这个东部呢是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啊，是这样，这个不但是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还包括库页岛在内。但是库页岛上面呢，是不是建立政权的？是当地的少数民族库仪，他每三年到伊兰衙门，就今天这个哈尔滨附近的伊兰县三星衙门来纳贡，用这种方法维持跟宗主国之间的关系。那么的确跟正式政权是不同的。那台湾呢？是到康熙22年才征服的。这里顺便讲一讲台湾跟大陆的关系。我们现在都说台湾自古以来是我们的领土，这是对的，但是呢片面的夸大大陆政权对台湾的统治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实际上在康熙22年以前，大陆政权从来没有在台湾建立过政权啊。那么以前是强调元朝设立澎湖行检司，那么这个呢学术界一直是有争论的。我的老师谭先生他一贯是反对的。为什么反对呢？因为澎湖的行检司他并不是设在这个的，他是归厦门同安县管的。你想想同安县等于是一个县派的派出所，它设在澎湖。那么怎么澎湖离台湾还很远，而且澎湖小台湾大，他怎么就管到了台湾呢？你不能因为澎湖今天是在我们面前，就把所以有些学者就宣布台澎一体，你既然管到澎湖，当然就管到台湾了，这是不对的。这澎湖跟台湾连着一体，那是先后来的事。那么你说管到了台湾，我也管到夏威夷，管到了美国，怎么能够这样说呢？所以这个是缺乏历史根据的。那我们觉得也没必要，因为你这个康熙22年以前没有任何外国政权在台湾建立过政权，对吧？那么我们康熙23年以后都是延续的，这就是自古以来嘛。而且我们记得伍修权50年到联合国去，他的发言就是讲我们中国中央政府在台湾设立政府时候，你们美国还没建立，这很好就够了。我们一定要强调自古以来古得不得了，我觉得这个授人以柄。那么我们以前从小学开始都强调生权时候就派慰问诸葛直到台湾去，但是我们不讲他去干什么，历史上写得明明白白，他到台湾去掳掠人口，因为生权当时感到人力不足，人家就跟在宜州的人很多啊，我们去抢一点过来，那么就派两个人去抢，抢了几千个人，路上碰到瘟疫死了不少，最后得不偿失，所以这两个人是都先后给生权杀掉的。所以我们强调这一些，我亲眼目睹这样的事实。1986年我在美国参加那个亚洲年会的时候，一批鼓吹台独人跟大陆学者就发生争论，那么大陆学者，哎，你们台湾怎么样，我们孙权时候就，那么他们去干什么，去罗列人口，哎，我们的学者一点不知道，因为以前书上从来没告诉大家，对不对？那么这个他说你看你们大陆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到台湾里抢我们，其实他也不对，这个他不能讲我们，现在他自己是到了后来才迁过去，这我们是不包括他的，对吧？也许台湾的原住民才能这么说。所以以后呢我们发现是有来往，这样政权是有的，但从来没有建立过。那么怎么会明朝的时候这个联系起来的呢？因为明朝的时候很多福建很多商人府张走私集团，就等于是明朝的赖昌星啊。那么他们呢，就是因为中央政府呢如果来镇压了他怎么办呢？在沿海就待不住，就逃过去。那么郑成功的父亲郑子龙跟那个严思齐，他们这两个海盗呢，他们就跑到台湾，在北港建立自己的一个基地。那么有他自己的部下，也在打鱼的移民，也有大陆过去的那些汉人，那么这样呢他们大概有几万人建立这个地方，是这样的。而且明朝呢，我们一方面我们知道朱元璋是片帆不许下海规定，但实际上特别是当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开始过来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外贸是很挣钱的，所以福建人呢特别具有冒险精神，所以福建的商人就跟他们去贸易。那福建地方政府是眼开眼闭，为什么呢？商人每年交的钱可以补贴福建的财政开支，也给官员发奖金，所以他们都是实际上不管的，非但不管还支持他们。但等到中央皇帝如果下令要清朝的话，他们也就一百脸也要清朝了，给他们通风报信，那么这些海盗呢就跑到外面去啊。那么顺便讲一下明朝一个倭寇，我们有的书上讲你看日本人早就侵略我们，这也是胡说八道，而且适得其反。倭寇根本不是日本人，倭寇大多数就是福建以及沿海的商人，
因为他们要打仗，就是出钱雇佣一些日本人帮他们打，因为日本人会打仗，两把刀，砍刀很厉害。那么地方官呢，打不过他们，就报朝廷，我们不是打不过，都是日本人很厉害啊，所以就称为倭寇。啊，这倭寇的主体是中国人，他的首领是王直，山横王，也是徽州人，徽商是一个，对吧？所以主要是中国商人这武装走私集团自己在骚扰，那么借了日本人的名义，这个不要说日本人侵略中国，而且当时他们的来往是很密切的，比如郑成功的妈妈就是郑子龙太太，就是日本人，所以郑成功是中日的混血的啊，这个现在日本还有他的这个碑，他的墓，所以这个东西，这些事实呢，我们以前历史书上面讲的实在太简单，长期造成大家的误导。那么怎么理解郑成功收复台湾呢？因为郑成功他的父亲投降清朝，他继续忠于明朝，那么他这个率领的明朝的军队，当时明朝还存在南明，一度打到镇江的金山，但是清朝强大压迫下边呢，他最后只好退守漳州、泉州、金门，那么他估计在大陆是打不过了，那么怎么办呢？他当时有人跟他出主意，哎，你的父亲不是在台湾有这基地吗？我们就到台湾去。所以郑成功呢，到台湾，他给荷兰人的最后通牒说，他来是复先人之旧业，恢复我先人我的父亲旧有的产业，是这样来的，而不是说复明朝，明朝是没有管过台湾，明朝有的是征服追击海盗，曾经追到过台湾，但从来没有台湾建立政权。那么郑成功呢，就收复这个产业，把它收复。收复也，郑成功宣布这就是明朝领土，因为他建立承天府，他继续忠于明朝。这个时候明朝在大陆已经没有了，永历皇帝已经逃到缅甸了，他就宣布继续忠于永历皇帝，用永历的年号。所以这块地方呢，可以看成明朝政权的残余。那么一直到康熙22年被征服。征服以后，当时康熙一度希望认为应该抛弃这种海盗，要他干什么？而且都海盗在老是造反，这个时候应该承认施琅立了很大的功劳。施琅上书说明既有台湾的好处，而且施琅他已经知道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在周围在活动了，所以施琅提到，如果你放弃台湾，那么不仅是海盗或者那些亡命之徒聚集，而且会威胁到这个国家的安全，一旦台湾如果被外国占领，那么就会进一步威胁到福建，所以康熙接受他的主意，那么就在台湾建立台湾府，那么这个府呢，就是在今天的台南府治，它是属于福建省的，所以从康熙23年开始，台湾正式是作为中央政府的一个地方行政，在这以前它是中国的一部分，是当地民族自己开发，这个民族最后参加了中华民族大家庭，那么当然它是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你要讲到它正式的政权建制，我认为还是应该实事求是的。那么这个隔绝到1840年以后就被打破了啊。首先这个我就简单大家都知道，因为香港就割让，然后最大的中国商社领土最多的地方那是俄国啊，一个就是根据安徽条约，就黑龙江以北地方就划走了，划走了以后呢，乌苏里江以东地方原来是讲到是共管代役，但是到最后也被俄国人拿走了啊。比如说黑龙江以北江东64屯都是住的汉人，原来讲好是可以继续住下去的，但实际上又给俄国人赶走了啊。那么另外呢，通过伊犁条约又把这个巴尔喀什湖的坡米这个地方都拿走了，那坡米高原本来6坡，最后我们剩下1个坡，就塔什库尔干线，其他5个坡都是给英国人跟俄国人瓜分了，那么以后呢成了阿富汗，成了他们的领土啊。那么在这个其他地方的这个边界上面呢，应该讲都是局部的上升，不是很多，局部的上升。那么越南呢，这个也是这样，这个越南跟对付这个我们的一个办法呢，就是你如果没有用就抢一点，你如果强大了就他求你，求求你，就这样。比如说明清之际，趁中国内乱的时候，越南人占领了就是中国边界30里的地方，那么到了清朝的时候呢，就问他要回来，他一直不还，不还的时候雍正皇帝生气了，派军队这个准备镇压了，而这个时候越南国王改换上表，说我们呢这个即使对中国一代很公身的，我们出尔小国，你天朝大国，这点地方我们实在是没有地方住，所以才这样的了。哎，那么这个雍正皇帝很高兴，说你这个态度很好，30里不够，给你50里吧，就这换掉了
啊，就这样的情况啊。所以这个领导，那么这个师生呢，一直到胡志明也是这样，他每次来总是跟毛主席强调，哎呀，我们越南穷啊，我们抗抗美需要或怎么样，你要支援我们。那么好，最明显的就是这里一个白龙尾岛，58年的时候敲锣打鼓送给他的。啊，那么这个我们到广西去调查过，广西人就说，哎呀怎么办，他说有的提出来是不是我们要求收回，说人大没有讨论过。我说你当时纪录片都给我们看了，你们还换自己敲锣打鼓撤退送给他，那你是怎么收回就收回，这也不行，这么长时间了。但这一点呢，这个外交部同志肯定知道，现在我们划界就成问题了。本来我们跟越南的海界应该是在这个海南岛跟在白龙尾岛跟越南之间划的，那么现在呢白龙尾岛归了他呢，好，那也叫到这里来了。所以我们去年的渔业纠纷，很多人都不明白我们为什么对越南这么软弱，为什么越南扣我们的遗产，我们不惜用金钱把它这个或者把它赶走。这里实际上牵涉到就是我们现在传统的遗产根据新的划界的条约建议，那么已经啊这个实际上成问题了，对吧？这个事情我记得就是这大概南方周末登过一个报道，说10万这个北部湾移民现在要下岗了，就根据这个协议。那么所以这个领土问题啊非常慎重的，你看看当时给的一个岛后来造成的后果呢，长期没有办法这个弥补啊。那么清朝时呢，的确包括在划这个西北界业的时候，很多地方人家汉字的，这我去过那些地方，这个喀拉昆仑包括这里包括那个地方，有些地方简直都是高寒地区，那所以有的界呢就并没好好的划啊，我们也没好好的地图，所以这个划界的时候呢，在局部地区是给俄国人占了不少便宜。第一个损失，那么是外蒙古，啊，这外蒙古呢，这个本来当然就内外蒙古一体的，怎么当不要说什么在自古的，他们也都知道的，对吧？但是呢，中国这个辛亥革命以后，外蒙古在俄国人的策划下面就开始搞独立。但是我们自己检讨呢，的确也是有问题的，就是清朝的时候实行新政。搞改革本来都是好事，要建立银行，建立警察，铺铁路，修电报，但是呢到后来就变成强制的行政命令，就规定外蒙古你们多少时间要建立警察，什么时候要修铁路，什么时候要加电报，但是中央又不管，那么地方上呢就开始向老百姓征税收税，这个赋税负担就加重了。另外呢，从1860年清朝开放边界以后，就是开放那个东北以后呢，外蒙古内外蒙古也开放了，大批的汉人呢就迁到内蒙古。那么迁去以后呢，汉人要租租土地啊，这蒙古人就赶到他的目的呢就减少了，王公贵族发的财，但是一般的牧民就喊到自己的生存空间受到压制，所以他们就很害怕汉人继续迁到外蒙古去。那在这个时候呢，俄国人给种种表面的好处，给他们什么支持啊，鼓吹闹独立，所以这个闹独立就闹起来了啊。但是呢，袁世凯说没有承认，北洋政府一直没有承认，甚至要准备派军队派远征军去去征服。那么后来一度呢，外蒙古呢又宣布放弃独立，这是第一次。那么第二次，这个俄国人策动他成立这个共产党，成立人民党，发动人民闹革命，又一次宣布独立。那么这次独立呢，这个国民政府也没有承认，北洋政府国民都没有承认过。但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跟蒋介石商量战后的隔绝，那么这个美国人出于他的战略考虑，希望未来的联合国做中国是常任理事国，中国要做五大国，因为美国人认为在亚洲他不可能长期把军队驻在那里，他也不可能长期依靠自己发挥作用。那么当时日本战败国，印度还没独立，只能够扶着中国，所以他就坚决支持中国做常任理事国。那么斯大林提出的条件，你要中国做常任理事国就承认外蒙古独立，承认占有东北的好权益，承认这个旅顺金港技术归他使用，承认中长铁路归俄国人管，这是条件，交换条件。那么罗斯福这个同意了这个条件啊，丘吉尔当然他也会同意，那么因为他们还希望斯大林出兵减少盟军的损失，那么斯大林当然条件也包括朝鲜啊，包括这个日本这个四岛他都包括在里面，那么就同意了。那么现在历史呢不必要判断蒋介石这样做到底对不对，事实就是蒋介石所以他的考虑也同意了啊，所以呢这个就举行了一个给中国充分面子的一个手续，就是在外蒙古进行公民投票。那么但是呢，这个国民政府派起的代表只能去监督，不能够这个啊去
说是当时。那么我相信这个共产党在组织民众方面的效率是谁都比不上的，所以投票的结果的 99.7 大概总是都赞成独立，一天里面的外蒙古就宣布独立了，是这样的情况。那么由于历史的原因，那么我们就是当然是这个支持了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因为当时跟苏联跟共产党之间关系，我们一解放就建交了。所以这个外蒙古你讲自古也当然是我们，但是作为法律上，我想除非我们要改变这个地位，我觉得也不宜再三去啊，这个有的人身体我们要什么收回，这不是收回的问题，这个历史事实就发展下就这么回事，你可以检讨，对吧？也不能说，我觉得这问题也不能因为只是蒋介石卖国，对吧？你说中国当时权衡是做四大国重要，而且实际上从1921年以后早就独立，他根本你管不到了，都在俄国，都在苏联的统治这个势力范围里面了。所以这个事情怎么办的留给历史去判断，是什么就这样。但是有一点，他外面这一块唐努乌梁海地区到现在为止，我查了历代中国政府都没有同意过，也没有任何表示态度过。唐努乌梁海原来是在外蒙古跟俄罗斯中间，由于外蒙古独立，他跟中国就隔断了，但他也没有这个啊宣布过什么独立。一直到1947年最高苏维埃宣布接纳图瓦共和国参加苏联，他就通过单方面通过这个法律就把这个十几万平方公里就占据了。这个当时的中国政府一直到我们建国始终对这问题没有同意，也没有承认过。下面我们看看，那么到底这个中国的疆域有什么特点呢？我想跟苏联比较一下，苏联的领没有分裂以前是2240万平方公里，世界第一，但是它的发展非常快，十世纪后半叶东斯拉夫人还建立，不过是一个这个罗斯王宫，他建立起来一个国家，到了13世纪的时候被蒙古金占有，成为金帐汗国的一部分，就建立国家也就没有了，对吧？但是到14世纪后半期呢，莫斯科公国兴起，到15世纪后半期伊凡三世就建立俄罗斯帝国，所以他真正现在疆土只能从14世纪后期算起的啊。但到16世纪后半期呢，扩展到整个伏尔加河地区，到1775年突击黑海的北岸啊，这个在1683年进突击克里米亚啊。那么到17世纪呢，扩展到亚洲，18世纪进入远东啊，19世纪侵占中国10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但疆域的最后的形成领土，实际上二战以后才形成了2240万平方公里。所以你看，严格讲起来，它只是从这个14世纪后半期开始才逐步的扩张，到现在虽然分裂了，还是世界最大的国家。那么我们国家的疆域最大的特点是有它的延续性，我们是逐步，基本上逐步扩展的，而且所以呢，我们来讲，我们的历史是延续的，我们是稳定的。尽管我们不如世界一些国家最古老，也不如俄国这样的疆域，那么这里到底有什么经验教训呢？我想我们来看看。首先一个，我觉得中国的疆域形成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在这里面应该承认汉族起的主体的作用，特别是汉族有很好的传统，它是融合了各族的民族。历史上凡是从北方进入汉族地区的民族，绝大多数民族以后都消失了，他们到哪里去了呢？他们都参加到汉族，比唐朝的诗人白居易啊，那白居易的白，他实际上就是中亚过来的移民，那么我们早就把他作为中国文化的基础的诗人了。这样的例子很多，唐朝很多人都可以知道他其实都是少数民族。那么南方呢，是当地的民族逐步改变自己的历史，找到一个汉化的历史，所以你到南方去都追溯自己哪里来，都是中原来的，其实很多都是当地少数民族，只是他们文化程度提高了以后，觉得被人家称为蛮子就不好，那怎么办呢？就伪造编一段历史，我家老祖宗是唐朝的宰相，是留坐到这里的，我们是跟着狄青来争蛮的啊，我们是什么时候一个什么将军迁到这里的，甚至西南很多地方都杨家将的后代，其实都是当地的少数民族啊。那么这个汉族尽管从今天的眼光看是汉族一种民族不平等的产物，但是有这个传统跟没有这个传统是不同的。我看世界上很多民族过分强调自己的血统，结果造成无休止的民族的仇杀，而汉族呢，哪怕你是高鼻子蓝眼睛，只要你宣布自己是汉族后代都接纳，那么这样呢就很快的去融合起来，这个对国家的统一，这个我们将有可能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但
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也是少数民族贡献，因为我们很多地区的开发都是靠少数民族做到的。比如我列出来的这些少数民族，他对为开发这个这些边疆地区起了很大贡献。比如说我们讲台湾，那么台湾最早的谁开发的呢？应该承认是他当地的民族，我们称为高山族，台湾现称为原住民，他们首先开发。所以等到汉族去了以后，是首先在平原地区逐步逐步再扩展到山区的，应该承认他们对巩固这个建设中国边疆，对中国疆域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啊。那么第二个因素呢，是生产力的发展。因为农业区的形成和扩展是有利中国疆域发展的，因为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往往衡量这个地方能不能作为自己疆域，就看能不能种地，能不能打粮食。所以中国中原统治者一次一次到达蒙古高原，但基本上在那立个碑，祭几天，然后就回来了。为什么呢？这个地方没有什么人可以统治，也不能打粮食。所以为什么中国，那我下面讲的那牧业区呢，它的形成也是这样。牧业民族他鉴别自己能不能做这个放牧，这是主要条件。所以他到了汉族一度也希望放牧，后来才知道种粮食比放牧还有利，所以慢慢就改变了。所以这个牧业民族贡献也是很大。中国历史上三次大的统一基本上都是由北方游牧民族完成的。一次就是隋唐，它是从东汉开始牧业民族的内迁。那么第二次是元朝，也是牧业民族。第三次这个满族也最早也是牧业民族。什么道理呢？因为牧业民族他懂得牧业牧区的价值，所以他愿意把牧区跟农区联合起来。而农业民族往往不懂得牧区的价值，他认为牧业对我们没什么作用，边疆扔掉也没什么关系。一直到清朝要不要收复西、收复伊犁、收复新疆，还有不同意见，大家都认为这些地方对我们一点用都没有。所以左宗棠要去出兵，当时大多数官员反对。为什么反对呢？说这地方他干什么？那么后来有人提出来，一个国家总是要有一个边疆，你把西藏新疆放弃了，那么甘肃就成为边疆，你把甘肃放弃了，陕西成为边疆。哎，这个理论是得到了大家认同，觉得我们应该把新疆收复，成为我们一个边疆，成为我们跟俄国之间一个缓冲地带，对吧？当然也解决了粮食的运输。所以牧业民族牧区的形成是对中国统一、中国的疆域同样是有极大贡献。那么随着牧区的发展，他们就向边疆扩张，所以这个有很多地方都是牧业民族首先建立自己的部族阵营，然后我们统一这个地方就一起进来的。所以这也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因为生产力发展就在需要更多的地方。那么最后呢，第三点的是农业民族和牧业者相互的依赖。这个依赖呢，不仅是生活上的，随着生活水准提高，比如牧业民族开始这个是需要汉族的纺织品，后来需要汉族的这个茶叶，以后酒，再以后也需要农具，以后需要工艺品。那么同样呢，汉族的对牧业民族、牧业地区之间也是需求，也是逐步逐步增加的。这样双方一种增加呢，就相互有一种依赖的作用啊。那么内地边疆呢，也逐步逐步相互依赖。特别到了近代以后，随着工业化进展，那么中原地区做内地对边疆的资源也依赖性也越来越大。反过来呢，边疆对内地的工艺品、对内地的教育文化这些，那么这样就构成相互之间的依赖啊。那么地理障碍的克服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比如清朝能够统治那么大的地方，跟清朝建立了完整的道路、交通设施是有关的。清朝一直到刚才讲的唐的乌梁海，都建立有台站，就各一定的路它有一个站，那么这样的便于联系交通。如果没有这样联系，是没有办法统治起来的。相反的，我们边界有些地方之所以不巩固，跟地理障碍没有克服也有关。比如国民党政府的时候，他要到西藏去派人出去，不能够走陆路，走陆路是走一年都走不到，甚至有的时候还出危险，都是先坐船或者坐飞机到印度，然后从印度再反过来翻过喜马拉雅这么走的。那一个国家这样的话，怎么能够很好的这个维持这个统治呢？所以我们现在修这个铁路实在是非常重要的，对吧？你这个不能完全靠飞机、靠这个公路来联系，这一个当然。那么地理障碍的克服也有利这个国家的统一，也有利这个统一疆域的形成啊。那么同样对海岛也是这样。那么我们现在怪我们老祖宗，你们怎么不去到海洋上去这个扩张？其实你像大陆上还有很多农地还空在那里的时候，哪一个人如果要跑到海岛上去，大家都以为这个人肯定不正常。海洋对中国古代我们老是自强调渔盐自利，就打鱼晒盐，谁想到底下还有石油啊，
对吧？谁挡到人家还要啊？所以这个东西地理障碍不克服，你占领是不可能的。二战结束的是以前，罗斯福曾经征求过蒋介石意见，要不要把琉球还给中国？但是蒋介石考虑到我们海军力量不强，所以也没有答应，啊，也守不住，也占卜不了。所以这个地理障碍的克服呢，对中国这个将来形成很重要。那么另外呢，土地和资源利用的扩大和深化，内地人为什么迁到滨江区呢？就内地人口一来都有压力了。但是山区有很多地方以前是不能派用场的呢，等到明朝中期开始，外国的新的粮食作物玉米啊，这个土豆啊，这个红薯，这些传入以后，中国的山区才得到开发。本来种水稻、种这个小麦是不能种的，但是可以种玉米，可以种红薯，啊，这样的才逐步向边疆的开发的扩大，特别西南，当然也带来了环境的破坏，这个事情都两方面的。那么很重要一点呢，还有中央政府呢顺应历史潮流的政策。那么这一点呢，是反映在这个清朝特别明显。清朝首先即时调整了民族关系。刚刚入关的时候，这个清朝呢跟满汉之间的冲突非常激烈，江南出现了扬州这个屠城，出现了这个嘉定这一抵抗，原来最文明的地方的人突然之间变得就是最强悍的反抗满族，这就是因为民族之间的矛盾，特别满族实行剃法啊，这个换衣服，这个伤害了这个汉族的感情。但是以后呢，清朝逐步调整政策，包括康熙皇帝在跑到南京去祭拜明太祖陵墓，表示对中国汉族的统治者的尊敬，同时也宣布就满族也是炎黄子孙，他继承的也是中国的汉族这个长期的文明，他也是这个崇拜这个儒家学说，没有什么两样，对不对？那么最突出的，他在江南宣布大规模表彰曾经因为抵抗清朝而死的这些人，都追封为革命烈士，啊，这个就这个对人心的震撼非常大，从来没有那个朝代这样做过。所以这个凡是抵抗，你比如一个老太太她上吊了，好，现在宣布为劫富，啊，那么这个官如果抵抗被清朝杀了，现在都宣布这些人是明朝的义士义民，大规模的表彰。相反，投降清朝的，宣布修传记的把他们立了二臣叛徒传，洪承畴这些都是叛徒，都这样。那么这样一来呢，这个民族文化是大家的确觉得这个，所以一直到清朝末年，甚至到民国的时候，也遗老还在歌颂自古得天下无如本朝之仁者，就自古得天下从来没像我们清朝这么仁义的啊，所以这个对调整民族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就你看满族进关时不到100万人，要统治差不多有1亿多2亿人的汉人，但最后他还是取得成功，这个政策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另外呢，他实行了切实可行的少数民族政策啊，你比如说蒙古你又不能建立这政权，你去建立什么辅助管谁呢？哎，蒙古就清朝就建立盟，建立旗，既然他有充分活动余地，但是每年都要集中一次，那么上面呢盟下面管的旗也有一个严格的统治。那么他在西藏呢就实行政教合一啊，继续这个让达赖、班禅、前藏、后藏统治着，但是呢把外交军事权收归中央，定了一个条例。哎，他采取这个办法，但少数民族，那么土司地区呢，有的地方继续让土司管，有的地方条件成熟呢，就逐步做派流官进去，啊，改成正常的建立府州，所以这个政策呢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啊，那么同时他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这个具体呢就表现在西藏，也表现在其他地方，啊，清朝呢对汉族很多崇拜的时候都转为满族，啊，他非但利用宗教，还利用信仰，比如汉朝的这个努尔哈赤非常崇拜关公。所以清朝全国都有关公庙，甚至把这个关公庙造到了外蒙古，造到了天山，因为随着满族的这个传播，那么这个当然对这宗教这个以及民间的信仰都起到一种亲和的作用啊。那么他重视中华文化的作用，就满族你看修四库全书啊什么，这个做这些事就使他汉族接受，就是满族也是我们的分子，就大家都是共同的文化，文化非但没有灭亡，而且进一步发达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顺便讲一讲，镇压太平天国最有力的人不是满族人，而是汉族的知识分子。什么道理呢？因为洪秀全要破坏中国文化，洪秀全把孔子的这牌位扔到粪坑里面去，洪秀全信洋教，那么这样呢就激起了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的愤怒，这批人最后联合起来打的力量远远超过腐败的清朝的那些绿营兵
对吧？你看太平天这样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胡因也全是原来是什么？很多，而且有些人还有点武功，因为武都没有，他就凭着这样，他提的讨伐他的新闻，就是我们中华这孔子、孟子传下的传统，不能担在你手里面。所以本来很好一个反抗统治者，就变成一个文化上的一个矛盾了。所以这个中华文化的作用的确起了非常大作用。那么下面期间的移民作用，清朝从历代统治者都很注意像边疆的移民。哎，我们这样讲，比如说现在这个在全国汉族当地民族占多数地方，只剩下一个西藏，一个是那个新疆的南部，其他大多数要经过长期的移民，基本上，那么这个不是我这里讲民族，不是乔碧嫂，一个国家它的主体民族，它的地位，它的这个位置是非常重要。我们看国际上很多地方有民族冲突的地方，都是因为不同的民族，比如科索沃地区，如果科索沃地区都是斯拉夫人，就没这个斯拉，它是阿尔巴尼亚占多数。当年希特勒出兵苏台特区，因为苏台特区大量是德意志民族，讲德语的。正因为这样，我们现在有些人出于爱国主义热忱，曾经说啊，现在苏联垮了，我们要不要把这些地方收回过来？你去看那里是什么人呢？早已是俄罗斯人为主的了。所以他们的感觉，这就是他们的领土，这就是他们的祖国。所以这个移民呢，是起了非常大的作用的。所以我们一直建议，我们要实行积极的移民的政策。啊，那么另外呢是有理有据的对外政策，它并不是片面强调自己的领土。比如我讲到那个当时像乾隆皇帝，他到什么地方也，他基本上也有一个限度，因为疆域占领是容易的，统治是难的，啊，特别在民族地区，所以还是对外的是有理有据。比如尼布楚要签订的时候，并没有把原来这个清朝占领地方都要下，而且适当的划定一些，做出一些退让。那么这一点呢是我觉得很重要。那么同样，我们领土的丧失，除了落后以外，还有腐败啊，闭关锁国的影响，根本不了解外国的情况啊。另外呢，东北的封禁也是很大的教训啊。这个康熙皇帝很英明的，但这一点事情呢，一点不太糊涂了。他跟尼布楚台签订以后，继续规定汉人不许迁到东北的封禁区。那么如果没有外敌的话，这是可以的，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俄国人一方面签订条，另一方面不但派哥萨克骑兵考察团，什么连着莫拉这个阿摩河河，就是黑龙江一路下来，他们如入无人之境。实际上到签订安会条约的时候，这些地方早已是俄国人占据了。所以清朝一直到1860年才觉醒过来，宣布开放东北封禁，这才保住了东北三省。否则的话，那东北三省也就完了，对吧？因为你没有人嘛。那么这样的话，到你看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俄国多想占据东北，但是日本人不敢直接占领东北，他只能建立傀儡国。为什么？我们已经有3000万同胞在那里，所以日本占领东北以后，这个控制东北以后，他实行一个蒙满拖着计划，要准备把100万的人口迁到东北来占领这个殖民，就这个道理。所以这个东北封禁呢，是我们历史上将也。是丧失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另外，这个事宜观念的效应，比如说库页岛，总认为当地土人忠义，我们用不着去管的。那么到后来呢，日本人占领了库页岛南部，俄国人占领库页岛北部，最后俄国人宣布不许土人再向中国来上贡，清朝才知道这个岛已经没有了。啊，因为好像事宜嘛，这个只要公身就可以了，所以这个观念也是起了负面影响。啊，那么当然，本质上讲是帝国主义瓜分和大国交易的整体的外蒙古。所以我今天呢，这个时间关系，只能简单的把这有关的观念、这些问题，这个讲一下。这个如果有不对的，要请领导们批评。那也欢迎大家，如果还有什么我多少可以讲的事情，我也愿意再讲一讲，或者有什么问题。好，谢谢大家，谢谢。刚才葛教授从中国和疆域的概念讲起，对中国疆域的变迁进行了比较系统的阐述，使我们对中国历史上不同朝代朝域的不同变迁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特别是呢，又提到了目前一些有争议的一些边疆的问题。同时呢，也强调了学术研究和我们的政治观点之间的一些区别。我想呢，这个今天应该说效果是非常好，特别是还引起了一些热烈的讨论。那就目前来说呢，有部分的疆域问题也正是现在我们国家面临的非常敏感的一些问题。
刚才王部长也谈了，因为去年也专门给咱们做过一讲，这个潮河问题的讲座，应该说呢，现在王部长可能还在为这个问题还在做辛勤的工作。确实这个最近对这个话题大家都比较的感兴趣。那之所以现在安排这个讲座，也是考虑到大家的兴趣和这个工作的需要。应该说呢，今天葛教授从上海专程赶过来为我们做这个讲座，他的信息量也很大，但是就是时间太紧张，因为后头我注意他语速是越来越快，因为他想把更多的他掌握的东西。还要遵守时间，我已经多占用几分钟了。那没有，时间掐得很准。那应该说他想提供的信息量还非常大，而且我觉得部长们也还是想了解更多的情况。但今后有机会我们再安排。能不能我再补充一句话，那个小册子呢，实际上因为他出的时间比较早，所以有些最新的说法呢还没有啊，这个请大家看得注意。那么另外呢，我还推荐就是有一本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因为有中国历史地图集有八本，那么它比较多。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呢里面还有好处，有我老师谭先生写的解说，那么他每一章基本上每一个朝代选一个，然后把这个过程这样便于大家参考。好，谢谢，我就补充这一点。谢谢。那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对葛教授专程来北京为我们做这个讲座表示衷心的感谢。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